哥们儿，这红绿灯又不是过不去，用得着这么夸张吗？还助跑呢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你家的这个蛋炒饭味道怎么样？哎，您放心，特别好吃。那这里边的这个蛋是鸡蛋还是鸭蛋呀？是鸡蛋。那好，给我来碗凉皮。啊，对了，你这儿可以手机支付吗？啊，可以的。那能刷卡吗？也可以的。那给你现金。What？那你要的凉皮要加辣吗？那要吧。那你要辣椒油还是辣椒酱？那就辣椒酱吧。那你要微辣的还是爆辣的？爆辣吧。不好意思，没有。没有。哦，那我不吃了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哎，怎么又是你？给我来碗回锅肉盖浇饭。嗯，好。给你。不是回锅肉盖浇饭吗？回锅肉呢？肉回锅里去了呀。那你就再给我来一个海鲜牛肉面吧。好。我点的不是海鲜牛肉面吗？这牛肉呢？扔。这也行？菜单也没写有多少牛肉啊。那海鲜呢？它在这儿呀。你好，我是海鲜。啥？海鲜做的牛肉面，海鲜牛肉面啊。行，算你狠。结账。你给我个法拉利实验代金券干嘛？等你买法拉利的时候就能用了呀。哎呦你妈！老板，嗯，咋又是你？我这不忠实顾客吗？那你今天吃什么？你这儿的拉面多少钱啊？拉面20。那面汤呢？面汤是免费的。那过来碗面汤。你这就打算走了？对啊，这面汤不是免费的吗？这面汤是免费，但这碗我总得找人洗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咋又是你？你这拉面多少钱？20。那给我来一碗吧。老板，买单。一共40。刚才不是说20吗？怎么现在又成40了？你刚才没听见我说了两遍20吗？20+20不就40吗？这也行？老板，拉面今天还是40吗？对啊。那面汤呢？面汤？那面汤呢？面汤是免费的。那过来碗面汤。面汤100。那还是给我来碗面吧。买单。40。好了，找钱吧。找什么钱？面40，面汤100。面汤我可一口没喝，你说找什么钱？你别笑。给别。好嘞。哎呦我的妈。你好学生，你想这点什么？哟，换人了。那给我来一份烤鸭吧。好嘞。你别笑。您的烤鸭。老板，怎么了？你这儿的服务员怎么还偷吃东西呢？太不像话了吧！实在抱歉，我现在就去处理了。哎，你咋回事呀？咋还偷吃呢？我错了，老板。下次再偷吃，我就开除你。老板，又怎么了？上次那个服务员为什么还在这儿？哎，你放心，我上次跟他说过之后，他再也不敢偷吃东西了。偷吃是不偷吃了，但你看他现在这样合适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小朋友。